Nico，今天又要带你去买双新鞋啦，我们到鞋店啦。Nico 身上全是苍蝇，师傅先给他喷点杀虫剂。换鞋之前，先来给他做个美甲，先把他旧的蹄铁拆下来。这个就是刚拆下来的蹄铁，里面都已经上锈了。再把蹄子放在固定架上，然后把 Nico 蹄子表面旧的指甲敲掉，再用刮刀把底部的凹槽刮出来。这个就是 Nico 刚刮下来的指甲片，再用指甲剪把旧的指甲剪掉，拿，给你戴在鼻孔里。最后再用锉刀把脚底脚面崎岖不平的地方磨平整。这边师傅在给他定制新鞋，纯手工打造。这个是拉马车马穿的鞋，这个是 Nico 的鞋。新鞋定好了，师傅给他穿一下，看新鞋合不合脚。最后再用钉子把新鞋钉在脚底就可以了。Nico 心想：你干嘛用锤子砸我的脚？Nico，擦完护体油，我们就可以走了。带 Nico 回家。